他想到这个方式，因为他如果他住的地方有可能湖泊的水会干掉，他就是死掉，对不对？他就挖一个浮潜挖下去，然后补上自己在这个地方破掉这个干净。那卡片将要坏掉，收好。对，里面会是他上面在封印的，就是融化石。嗯，是角龙。哦，这个是它的骨头。哇，这个是暴龙。哇，暴龙，暴龙的香港脚。啊，它是暴龙，嘴巴张很大。哎呀，上面还有其他的龙。啊，暴龙，是。哇，很大的骨头，这个是雷龙还是腕龙？哇，很大的脚啊！它的脚可以是很多个小朋友大，很大很大。哇，恐龙博物馆。接下来这里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什么呢？肺鱼。这是鱼龙。鱼龙，哇，上面还有一只金豆腐，金豆腐沙。哇，金沙，很大只的金沙。噔噔。嗯，对对对。